我想花100多把丑到哭的猪肝红大门改成这样。怎么把我额头截成两半发过来的？那它有点碎了。我先摆一个造型出来，能看得出来不？保险起见，切割的活还是请楼上装修师傅来吧。毕竟这平平无奇的门头花了我100块，请师傅喝茶帮忙只要20，怎么想都是我赚了。可以开灶了，先找一下位置，这在中间了吧？位置应该差不多。第一次用这个瓷砖粉，理论上应该和快砖粉差不多。啊，我真的很害怕把它贴歪了。哇，不行，还要按一会儿。我对举这个已经有心理阴影了，因为之前砖拱门和灯盘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。直接上手把拼接处补一下，让它静悄悄粘牢吧。20块钱买的凉拖，就是看着有点小，哎，贴上这个就有那种感觉嘞。为什么下来看有点怪怪的？可能刷完漆会好点吧，先给它打磨一下。上个视频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都喜欢这个白色的门，这挪威白有点像奶油色，估计把这个猪肝红盖严实了得刷3遍才行，又是个耗时间的活。半小时后我的右手已经失去知觉了。这刷上漆是不是就没那么瘆人了？细节真的刷得我想哭。第三遍的效果差不多了，这个复古门头做得还挺成功的。赶紧把我的油画门店也安排上，沿着花朵造型剪一下，艺术感就出来了。嘿嘿，终于有入户店了。还有这个你们都说很丑我却很喜欢的鞋柜，挂上我的小花环。嗯， nice。